你最近状态怎么样？睡觉、情绪？何医生，除了失眠，我还能调点别的吗？看来不是医生开的药的问题，是病人不够听话。你还试图改我的药方，质疑我的医德。你这个医生怎么还跟病人置气呢？放松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开始期待每周都能见到你。做梦吗？确实还挺多梦的。噩梦？精病还得听到你。沈希凡，去除病根。你在我眼里呢，是一个每一天都比之前更优秀的人，也更值得被爱。